新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乡亲时代大家好。啊，咱今足欢喜哦，咱今拜五啊，甲同款吼，就是咱吴老师七金碗的时阵。啊，咱今仔日吼，咱啊，这个七金碗吼，要七对嘞，因为最近哦，太侪代志通好讲嘞哦，太侪嘞吼。啊，为这个天灾人祸啦吼，啊为啊种种安尼吼，啊，即摆咱今日要讲这個。最近都上热门的新闻，就是这促转会这个张天钦吼，张天钦讲有讲什么不当的话，吼啊，这个国民党就改国去讲伊是咧炒作选举，就安尼就落台啊，吼啊，这个代志有真侪看法啦，有个人吼是讲张天钦讲的都无唔对啊。有的人是讲，他会使安尼甲伊讲啊，讲你根本你都嫌小学生的头壳都无啊，吼、有人安尼讲啊，对啦，小学生头壳都无，你乱讲吼，安尼都安怎吼？啊，这个代志，像每个代志点吼，媒体顶管有真济，这个名嘴吼在讲啊，这个名嘴在讲，咱互因讲，这个互因讲，我看到吼，不过就这件代志点啊，大家看到是讲，伊咧讲侯友宜啦，嗰是伊攻击侯友宜吼。伊一个政府吼，促转会当然是政府的一个机构哦，一个伊个是副主委来的吼。伊这个身份，你要吼用这个促转会，你要炒作选举吼，也是个大公看得到啦吼。啊，另外看法是。另外少看，我是，比如讲，伊咧操作无操作，这足侪名嘴就会一直会讲，可能即几日咧爱去讲，吼、我看到是咧讲，伊即个张天钦是伊个内部会议的时阵，对无？伊讲，吼，伊咧讲，应该是质疑即个叫做，质疑即个叫做，吴鸿阳，吼，是讲即、這个。转型正义，转型正义究竟吼，究竟是要用德国，德国模式，德国模式，德国模式，当时在统一的时阵对吼，然后就实施这个转型正义吼，德国模式。咱这本册就是德国模式的转型正义，德国模式。啊，过来有一个方，就是讲南非模式吼。南非就是迄欧贝分离吼，殖民政府根本迄是殖民政府的问题。殖民政府是是即落做欧贝分离，准讲无分别欧哩，吼无欧贝分离吼，迄嘛是殖民政府，迄嘛殖民政府。如果是白人去黑人的土地上统治，而且殖民政府。到了，就是讲，伊荷兰解放了吼，是所实施的这条做专政正义，也是用波兰的方式，要实施专政正义，我看到是这个较重要，这个较重要，这个较重要，所以我感觉是讲，我安尼哪听，哪爱笑，哪悲哀，比爱讲台湾的知识分子吼，咱来看，咱家己认为讲是知识分子吗？我家认为讲我才是一半啦，听。不过在上海做做知识分子，但是我说知识分子真正因的想法咯，亲像一块迄个迄个大瓦下头了，不是？大瓦下头。我后白讲的好无？伫个迄个陈伟成节目内底讲名嘴，我就讲伊臭嘴。唔是啊。咱袂使讲伊名气，正后讲话啊，这名嘴啊，佮是正后讲话，吼，嘴正后讲话啊，吼，咪讲也无一定是讲对唔对？咱即摆即要讲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所谓讲个德国模式，吼，还是即个南非模式，还是波兰模式，个问题就对啦，吼。咱进前点哦，进前啊，咱以前节目内底捌讲到即个合作。蒋经国的这个叫做乾坤地，
对对对，天文地这个，咱咱卖讲这个节目哈。嗯，卖嘿。啊，这个天文地报出来了后，点哈。嗯。啊，有一个我的朋友的朋友。嗯。我的朋友的朋友，一毛钱都管。我的朋友的朋友啦，搞一毛钱都管大光。嗯。好，因为我是搞迄个中国电影迄个秋局，哈，秋局哈，来譬如讲是九景局，诶。天文地啊嘞，啊，伊听听嘞，甲我朋友讲，我诶，比如哦，不伦不类啦，不伦不类，无无。诶，多一部分，多一部分不伦啊，多一部分不类啊。啊，诶，你拢总不伦不类，不伦不类，你拢拢总啊。啊，直接对啦吼。我是讲吼，有一个代志吼，因为咱现在这个环境吼，有时阵咱不便。讲真清楚啦，对，都爱听众朋友吼，家己搁再安尼，搁去头壳搁去脑筋急转弯一下安尼啦，想一下啊，可能就会了解啦吼。是啊，咱譬如一个话来讲，我嘛写一张文啦，啊，敢那死敢那一条文，从尾啊句啊讲吼，找一个故乡回来去，找个故乡回家，找一个故乡回来去。嗯，好，那时阵我有一个朋友看到安尼吼。嗯。又个未爽啊！不是未爽啊，伊感觉这不伦不类啊，不伦不类哈。啊，人伊叫电话来问我，我讲我，啊，你讲找一个故乡回来去啊？故乡就故乡，安那就找啦。啊，故乡就故乡，那就找。不是无理啦。不是无理，伊问我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我安怎甲讲啊？吼，我是讲，安那无故乡的人。系啊。那无故乡的人，找一个所在来当作你的故乡，通阿要转来去。对，因为中国人，因遐难民，国际迄落伫咧国际世界各国嘛讲，他乡即故乡，就是讲你已经无得转去。根据恁所称的迄个中国啊，迄个故乡啊嘛，啊，你已经可比讲你流落伫日本也好，美国也好，台湾也好，你无在了转去，啊，你着他乡，着即故乡，因是安尼，啊，你讲找一个。其实毋是干那讲迄个中国人、外省人流落来台湾，别人拢。就是咱一个台湾内底的人，譬如讲，伊是一个故乡人，啊，就流落来到台北啊。对。啊，你故乡的故乡煞无去啊。啊，无亲人，无半人去啊！对啊，对啊。啊，遐都讲故乡都无人相捌啦。系啊。所以，伊要找一个有人相捌的故乡，来去遐，无要歪到台北。是啊。我意思是安尼，对啦吼。啊，我比如听到讲，哦，安尼哦，哇，是嘞，是嘞，是嘞。安尼较简单。我跟你讲，哦，你讲句话，安尼较简单啦。哦。嗯。啊，讲伊搞误会安尼吼，迄不是误会啦，是想不到。对对，所以咱咧讲就是讲有一挂代志，就是讲吼，咱因为咱现在这个环境，讲中华民国是民主国家，啊，民主国家是中华民国，唔是台湾国。系啊，中华民国哪有民主国家？这民主国家是啦，咱家讲伊是民主国家，但是说安怎民主国家嘛，唔是台湾国。譬如讲，你去日本，日本是民主国家，但是你是日本，你敢就会使你讲？什么都袂讲，你吼，人民主国家，人有民主国家的迄落界限，伫个是伫个什么什么款的迄落。咱卖讲迄个法律的界限就禁忌啦，系啦系啦，禁忌，嘿，对对对。什么是歹？你看去日本，甲讲，哎，日本人个米索西路，这就了嘞。哦，你敢不敢？应该讲拍摄，好，哦，先像安尼，我保留就算啦。所以吼，有时阵咱咧讲话的话。听众朋友吼，有些甲先发动一撮安尼吼。对啦。啊，即马咱咧讲，我拄则咧讲即个叫做德国模式啦吼。啊，南非模式啦，波兰模式。咱台湾即马咧进行即个叫做转型正义。啊。啊，我咧想是讲，迄拢别出来。转型正义是台湾现在根本就无得进行。对。我讲笑话一场，讲要进行，甲司法转型正义共款，讲要进行还是转型正义吼？这，无实际，无实际。哦，啊，你讲大无，
啊，比如讲，啊，即卖都黄鸿雄都伫遐咧做做啥啊？卖讲卖卖讲个人，卖讲个人，好，就是讲即个叫做民进党吼，办理东山的问题，东山，好，我咧讲，你莫甲东山当做迄是专权争议，东山唔是专权争议，东山是法律的问题，迄是法律的问题，哦。因为迄个东山啊，唔是台湾公产啦、啊，个人的财产啦，或者讲就是日产留落来日产啦，迄是属于公家台湾国家的财产。你国民党敢霸占占机油，占为机油，哦，这是法律的问题。对，这是国民党侵占公产的问题，迄唔是选人正义。哦，迄咪所以是正义啊！迄就还债于民安尼尔嘛。对对。本来我的嘛，啊你走落来遮集团走落来遮，因为你有钱，啊厝啊你压去钱啊，你啊什么拢你压去，啊即马咧啊就讲你啊害我安尼啊，迄是民间甲民间的代。譬如讲，譬如讲这个逼到你的，啊我甲你侵占啦，侵占变我的，啊这法律的问题啊，我有能力安尼哪尼啊，哦这咪所以正义。专权正义应该吼，唔是主要是遐吼，所以咱家看做讲专权正义，你要看专权正义当然了无妨啦，吼，但是事实上还是法律的问题，嘛法律问题。今仔日民进党跟你家提倒转来，吼，民进党吼，讲家中国国民党个东山吼，家处理，吼，要讨回国库，哎，这是法律啦，法律的问题啦，用法律就可以。这不是专权正义，但即马咧讲专权正义的时候，真侪，譬如讲是较早戒严时代啦，吼，啊，东国统计时吼，哦，危害吼，个人侵害个，侵害个人，侵害什么，吼，甚至是破坏文化，所有的对台湾做真侪不利的代志吼，诶，即个转型，遐人拢爱讲较紧的吼，我经过。日本人投降迄日啦，经过日本人投降迄日，日本人投降了，过去是台湾实施的日本人入去丢的，对咱台湾人入去唔丢，但是会转起来，会转起来，会改地起来，迄个转型正义，咱即爿在讲哦，讲即个德国模式、南非模式，还是荷兰模式，咱。台湾咧主张这咧讲这了做，专政主义这人袂记哩讲，这个德国模式是安怎呐？有法度实施专政主义的，就是你当地完全无去啊，当地无去啊，免转嘛，爱改转啦，转日本人都无去啊，日本时代代志都，对啊，都没无你唔转嘛，转个啊，哦，迄主人转要转的都真。真简单的人算计，吼、哦！南非嘛是啊，南非被别人政府无去啊，无去啊，吼、哦！荷兰，吼、哦！荷兰当开始啊，我中山的政府吼，我苏联政府，我苏联的嘿，无去啊，无去啊。咱倒转来看咱台湾，咱台湾当开始。给你逼害，给你迄落即个政府，这个招罗集团，第二家个，这个。啊！你啊，治嘞！不敢治嘞嘞，啊，搁愈来愈强势呢。你啊，治嘞！啊，你啊，治嘞！你安怎转型？是啊。好，所以我就讲吼，咱台湾人吼，唔知安怎，未晓团结，唔是未晓团结。咱的因子 DNA 内底没有团结呢。唔是团结，这咪团结代志啊？这咪团结代志。这是台湾人看到，拢看到迄个屎屁。看到牛尾啦。无看到迄只牛只大坑，无看到迄只牛头啦。好，结果根源就是这个国民党霸气是台湾只。有一个名嘴啦，伊嘛是学者。伊讲这专权正义，现在专权正义，伊讲这个叫做这个赵天钦吼。讲这个唔对，哎，专权正义吼，就好啊！你安怎做？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。这专权正义呢，以前在民主国家就是爱国政党，大家来参详，大家同意来做，你去讲笑话。我你咧，迄哆来咪哦，讲笑话，啊你，
我伊当初，伊当初伊要对咱对咱对杀烧杀掳掠的时阵，伊敢有招国政党招招的做伙来做？得唔免讲迄个对啦。好啦好啦，好啦，唔好讲到遐远啦吼。唔免讲到遐大点咧，是不是？好，好。因为你转型正义当然有目标啊，譬如我当届时就是吼做老爸啦。嗯。爱即摆爱用爱用清醒个。对。好，爱用清醒。啊，就是你有这个目标是我啊。啊！你不甲清醒，我怎么甲你讲好？嗯，我怎么会参与到底哪甲清醒呢？对啊。哦，嗯，哦，所以这个这款路讲起来是蒙讲那点啦。对啊。啊，这就是讲哦，我这个老头脑的使用了哈。嗯。就是讲台湾转型正义是蒙讲的。嗯。蒙讲。不可能啦。唔是无可能啊，唔可能，但是无可能嘛，爱甲变成有可能了，对吧？嗯，啊，变成有可能，吼，就是什么东德啊，哈，东德模式啦，南非模式啦，葡萄牙模式啦，嗯，甲迄个你要甲斗争的迄个对象，该消灭掉。嗯，迄个消灭掉，迄个就是一个这个恶势力的一个修啦，嗯，一个修啦。迄个若无去，嗯，吼、哦，你要甲转型正义，才活到死死。啊，咱即摆你讲转型正义，转型正义吼，唔、是一定爱甲报复啦，唔是啦，嗯、就是讲转型正义是讲知影讲迄个唔对，迄代志是唔对，嗯，好、哦，安尼，啊，大家拍平。目睭金金，即马国民党伊还搁伫个这个这個、台湾遮。各行各业盘根错节，还搁伫遐咧压定，是讲表面上伊算技术尔，伊算技术并无代表伊输啊。伊别个所在搁愈强，搁增加，搁中国的势力，共产党的势力搁入来啊。没烦恼。嘿。世事吼，是一个模啊啦，对啊。嗯。一个模啊啦，对啊。哦。你若有经验，你就知个世事一个模啊。嗯。国民党当开始是中国。也势力嘛有偌大，发展会更动啊！啊，你死你就爱死啊！对啊。但是共产党一起来，伊就倒咧。嗯，照干那飞啊！国民党是中国大陆吼，是中国那边啦吼。嗯。差不多无人敢提起，无人敢讲。对啊。无人嫌咩名都唔敢讲。遮走遐走啊！走到遮人肉，走到遐子遐肉啊！那就是一个毛啊！吼。嗯。啊，过来就是讲日本时代。哦，日本时代咧，日本迄个神社哦，哦，迄个日本的神社起个刚好就正的像讲，咱现在讲乡啦吼，每一个乡都爱有一个神社的咧，对啊，好，啊，去神社都偌庄严的咧，偌庄严，我来叫，我来叫，你还袂当亲自后背来呢？你还袂亲自后背来？你嫌唔敢，暗一日你都唔敢，好，安尼的时阵，日本导航啊，阮正的迄个神社人看你往遐北个。嘿，看另外遐包变，另外变油条啦，啊，实在变油条，对，就是讲迄是一个魔啊，迄个所管理的所，迄个是一个魔啊啦，对，啊，所以你讲现在吼，这个在你咧讲啊，在社会在迄落咧做吸住这个，嗯，哦，国家政策来吸国民党，国民党，台湾人哦，安怎样样这个国民党？继续存在在台湾七十年，还是要转型正义啦？是要叫国民党转型正义啦？他有这，这那么可能的代志对？我唔知，我拢看无啦吼。你国民党哦，你要转型正义，你搁招国政，搁招迄当初的迄个欺负咱的、吞打咱的人来底讲要做转型正义，那有可能啦？啊！伊都伊食去啊！你要搁伫伊个嘴遐，搁当场要甲伊呕出来，哪有可能啦？啊！伊都害人啊！你搁伫遐当场搁叫来讲哦，恁当初害阮安怎？无可能！啊！我毋知讲转型正义，哪会讲要招国民党个啦、啥物党个人，安尼拢总伫遐咧参伫个遐。啊！到即满嘞，吼内底吼，我甲你吼是受训个，我私下甲你唱录音机，迄个我甲你是受训，甲你唱落。迄安尼代志要哪做会成啦？本来即满你讲吼，嗯。像你讲安尼，对是，但是事实是有一个原因，互咱今日咧夹到今日咧事情，安尼咧讲，啊，转型正义煞变笑话一条，煞就变安尼，系啊，变安尼，煞变咱唔对，讲政治对杀又搁安怎？煞
变成了政权来的对啦、嗯。对啊。啊，这是台湾的知识分子的看物件，我有时我真爱笑。哼、嗯。啊，爱笑。我看不啦，规期看 HBO 好啦，看电影好啦哈。咱即马休困者，咱来等下，咱个大家倒转来。找回诚实佮廉耻心，会记得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。